第一个动作，由坐姿到站着，坐在一张有扶手稳定的椅子上。如果你用助步器刹好刹车，注意你的脚应该靠近椅子，但是两只脚应该分开一定的距离。把你的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向前靠，重量应该在你脚上扶着助步器，如果你需要，然后站起来，保持动作三秒，然后慢慢的坐下，重复两到三次。太容易，慢慢的增加站起来的次数，直到站15次，慢慢的少用你的手来帮助你，直到你可以不用手来站起来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更加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